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月9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新闻，我是洪玉佳。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共度除夕围炉的时刻。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小龙年开工日期在正月初五，时间是中午12点以前最为适宜。东西坐向的店家在开工当日不宜放鞭炮。更多相关的详情，请洽询维新宗全省各分寺道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关心本周维新圣教的重点讯息。禅机山仙佛寺壬辰年农历12月王禅老祖修客孙压轴场次，已经在国历1月28日圆满。宗主混元禅师总是慈悲关怀每一位小朋友，也希望家长们能学习亲自为孩子画煞收金的生活智慧钥匙，活用在生活必要的时刻。请进入以下的画面。维新圣教维新宗禅机山仙佛寺在壬辰年的农历12月修客孙的压轴场次已经圆满。师父在仙佛寺的大雄宝殿告诉爸爸妈妈们，如果孩子的嘴巴周边泛青色，这是动土煞的原因；若是孩子额头泛青色，则是冲煞。还有当孩子发烧、拉肚子、三更半夜哭等等，父母都可以借由事先的学习，将维新宗的妙法平时熟记，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及时亲自为自己的孩子画煞收金。哦，所以你充分充足的把那五方法，那也要用蜜，用个蜜，哦啊，面对用小朋友的沙。啊，面顶我提三只手巾，你伫盘下骹，吼、啊，面顶只烫衫，只三只的手巾，啊，香点的，吼、啊，伫咱厝，啊，有安心位吼，咱厝有安心，若无安心的时，啊，咱就向外，啊，向外放伫阳台，吼、啊，楼顶阳台。那咱啊，那是伫厝内底咧，热心明、安心明诶，咱都很心明到家咧。啊，咱啊，那香点三张香，咱就拜请王禅老祖做主，啊，咱处于诸佛菩萨帮忙加持。今日客尊什么名？当时先。住伫某某所在，啊，因为相关着着惊暗时，困袂安定，或者有诶时候啊发烧烧袂停，啊是讲甲人闹屎，闹袂好势，啊，甲人治好，三个方面是靠着生惊，救咧，往前多做。公共教人来家中讲家事受惊。现在我劝你三你甲你囡仔三今年在别家咧，请王禅老祖公共来家事，急急二律令，急急二律令。只是处理咧，然后拜拜咧，这里叫做香，就甲插伫，插伫这个衫，甲伊个中，中咧，然后咧，咱就放伫身边，倒下倒，香互向外出去，等人香过到三分之二的时啊。三分之一时，香就插起来，是香炉，然后咧，咱就这香插起起来了，咱就在囡仔小朋友头壳顶做七千，请王禅老祖加持某某人的三分七遍转来，念七遍。左七千，右七千，嘛念王禅老祖加持，某某人三门七遍转来，然后甲外头前
偌头前，偌七下，偌七下，你小狗啊，免惊啊，免惊啊，你嘿，免惊老大汉，免惊啊，无人免惊老大汉，念七下，念七遍，后壁搁念七遍，后壁嘛偌七下七遍，然后倒手啊偌七下。啊，这手乱七的，啊，这手倒手呢，啊，乱七的嘛是一照在念，哦，啊，然后呢，啊，这金砖，哈、啊，金砖，啊，这盘嘞，哈、啊，提嘞，阿孙呢，啊，小朋友的手先倒手，哦、啊，扛过来，甲递嘞，甲递烟啦，哦、啊，啊，这正卡嘞，甲递递烟啦。对的，我们这手倒底烟啦，倒卡马克里亚来个底烟啦，哦，这卡马克底烟啦，安尼你金纸就用提起啊，画起啊，啊，衫就会使咧好穿，衫就会使咧好穿啊，啊，这个米咧，哦，你就用细细二遍清一分啦，哦，那么诶、那个、小朋友啊，洗身躯。男的用洗身躯，安尼，咱家己找家己活动来参加，家己做新员工，新鲜嘛。维新宗每年安排农历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王禅老祖修 K 孙的日子，准备着仙佛菩萨与师父所加持的王禅老祖圣像金光咒平安项链，祈福孩子能灵性安稳，出外与在家内皆平安。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每年农历三月王禅老祖圣诞日时准备面线与小蛋糕回到仙佛寺为老祖祝寿，感恩王禅老祖护佑之恩。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新闻中心报道。另外，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为服务十方功德主，在国历二月，也就是农历年前夕，于台湾南投八卦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当中，为新建设完成的尊天会馆举行落成典礼。早上九点即开始洒净程序，接续进行落成祈福法仪，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典礼圆满。尊天会馆未来服务来自十方功德主之外，同时也能够带着十方善知识了解八卦圣城建设的历史记录，以及建设过程当中在这公务所内，大家竭尽心力，集思广益，共同成就圆满八卦圣城建设的珍贵记录。也欢迎大家年节期间来到宗教圣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与您分享禅机圣境之美。啊，王禅老祖给咱这机会，老祖给咱的天命，咱就荣幸能够有机会挑起来。上天指定为华人挑起这个天命，是我们的福德，是我们的功德力。上天家也华人大，不然啊没华人大。所以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王禅老祖啊转动法轮以来，我们基金会一起。无怨无悔的尊天法师也一直在转这个法轮，所以默默的转三十年了啊，到南天门落成天津池落成了啊，所以才接到上天颁给我们维新圣教一个很大的礼物，也给我们的家园，就是世界国际性的世界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给我们入围了第一步的，给我们肯定，啊，给我们这个法门，给我们这个中文呢、啊，大家一个鼓励。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恭喜！在寒冷的冬季，仍然有热闹滚滚的活动。台南热气球嘉年华已经登场，带您一起进入以下的画面。2013年台南冬季热气球嘉年华于1月19日在走马濑农场正式登场，时间
从1月19日到2月17日为止，为期一个月。热气球嘉年华开幕当天，由来宾副市长严存佐带领台南市农会总干事等多位来宾一起丢气球，热闹揭开序幕。接续由谷中表演，大内国小学生跳山地舞，以及下营、关田、六甲农会之四建会会员表演街舞。活动目前规划是搭乘热气球升空50公尺，在空中俯瞰美景5分钟之后落地。活动展开至今，几乎在每天早上8点30分左右就报名额满，每天都涌入了不少人潮，为农历新年提前加温。维新电视麻豆新闻中心报道。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维新新闻以宗主混元禅师珍贵的53如来墨宝祝福大家，也希望借着分享带给大家身心灵的平静。言光如来，核心是平衡点的无限大能量，在未爆发之时仍是如如不动的，而且是安详自在，人们都看不出任何异动的踪迹，这是佛心的本来面目。但是众生一旦有难、有灾厄、有浩劫之时，核心之光因为佛的慈悲愿力，必然展露无限光芒，给予引导，给予旅途的光明，照耀着众生行至净土的彼岸，我的心亦应如是矣。接下来是厚礼三宝寺为壬辰年光明灯圆灯的讯息，同时发布新年度开灯的时间，请进入以下的报道。维新宗厚礼三宝寺国历102年1月27日壬辰年岁末祈安执福抚平及辞岁酬恩祈安吉祥法会已经顺利圆满，这是为壬辰年的祈安执福点灯进行圆灯法仪。三宝寺住持圆松禅师解释圆灯的意义为，在年中岁末的时间，应仔细自我反省忏悔，并感恩一年来诸佛菩萨之庇佑。三宝寺癸巳年新年度的光明灯开灯时间将于正月初八晚上开灯，祈安执福点灯项目有太岁灯、合家光明灯、文昌光明灯、联考光明灯、事业光明灯、药师灯等等，希望大家借由光明灯祈安执福，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神将加持，小龙年幸福平安。维新电视厚礼三宝寺新闻中心报道。台北道场树林大安寺也在近日举办岁末年终大扫除，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安寺的师兄师姐忙碌一天的画面。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维新宗台北树林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与学员同修们一起进行岁末大扫除。大安寺由于内部挑高非常宽敞，因此师兄们架起鹰架，拆下木质边框，好全面的清洁窗户玻璃，所有法器也一一擦拭干净并重新归位，还有电风扇、木地板的全面清洁，通通在师兄师姐的合作下很快完成当日的工作。住持圆德法师也在打扫工作结束之后感谢同修把老祖殿及大殿打扫得很干净，同时也将自己的心田打扫得非常干净了，并祝福同修明年都能过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维新电视台北树林新闻中心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新宗宜兰道场近期请示王禅老祖，继小黄瓜、超级大秋葵、番茄等等农作之后，现在要栽种的是什么呢？赶快进入以下来自宜兰道场同修的报道。维新宗宜兰道场请示老祖后决定种植杨梅，因此在大殿正后方种植杨梅五株。从2012年12月17日到12月21日开始填沙石做排水系统，然后在2013年1月10日到1月12日开始种植草皮，总面积大约200多坪。杨梅是杨梅科杨梅属，别名为瑞野杨梅、断梅、树梅、朱红。杨梅对环境适应力很强，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对干旱、强风和贫瘠的土壤耐受性高。杨梅果实圆形，中央有个坚硬的果核，
外表有如由无数小珠镶嵌而成，凹凸不平，味道酸酸甜甜的，是许多鸟类的食物来源之一。由种子到开花结果的成熟需要5到10年不等的时间。宜兰道场目前种植的杨梅是成熟，大约在清明节前后就能开花结果。维新电视宜兰新闻中心报道。位在南投八卦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内的易经风水学院，所有学员包括1到8届的硕士学分班等等的显示同修，在1月底也安排期末聚餐与抽奖活动。现在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轻松热闹的学院活动画面。现在是岁末年中，维新宗易经风水学院在1月份将结束的时候，第1届到第8届硕士学分班的学员共同参与期末参会。本次参会由元然法师带领的班级学员担任主办，姚嘉文老师、陈立月副院长、明道大学教授萧萧老师以及维新宗所有参与授课的法师们，大家齐聚一堂，将学院的餐厅做得满满。参会还准备了精彩的摸彩活动，最大奖是32寸易经电视，而且还有师兄发心，在寒冷的天气中准备了温暖的小手套，原来是人人有奖哦。整个期末参会在暖烘烘、气氛热闹滚滚中圆满。维新记者吴茂传报道。接下来是台中后花园新设樱花季的美丽讯息，新年假期多了一个赏花的好去处咯，请进入以下的画面。不让武林农场樱花专美于前，台中新设的樱花在含蓄的冬阳下绽放了。新设樱花季1月26日登场，为期1个月，从今天到春节过年都是赏樱好时节。在新设16888公顷的土地面积上，有20000棵樱花树。目前新设樱花只绽放约3至5成，可能需要再过1周到过年期间才会完全盛开。新设区公所前的樱木花道也是距离市区最近的赏樱地点。此外，大坑的浊水巷占地约6公顷，园区种植约5000株的樱花。园主王先生继去年免费开放民众赏花后，今年也将在2月12日大年初三起到26日再度开放免费入园赏樱，为期15天。赏樱期间每天上午6点到晚上6点实施交通管制。维新电视东山新闻中心报道。今日的维新艺文，让我们来欣赏比较少出现于画展的粉彩画作品。新粉彩主义2013洪秀敏粉彩画个展，自即日起至2月17日星期日为止，精选37件创作，在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菊月厅展出。洪秀敏毕业于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艺术硕士，从事美术教职长达17年。这次以绘画上不算主流的粉彩，呈现出国画般的生动、西画般的多层次、稳重而光影分明的绘画作品，突破一般人对粉彩的刻板印象。从本次展出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作者从瓷器到水晶、玻璃器皿各式材质来展现粉彩绘画表现手法的多元性。新年期间欢迎一家大小来欣赏粉彩绘画，舒展身心。维新电视综合报道。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本周的维新禅语。世间万物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吉凶祸福始于环境中。各物件形体和我们的五官之间所产生的一切感应，无关鬼神。风水法则是与自然环境相处的实用之学，非怪力乱神，也非迷信。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维新新闻，欢迎每周六晚上7点30分以及星期日下午1点、晚上7点30分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在这除夕的夜晚，祝福大家福慧增长，
小龙年平安快乐，吉祥如意。再会。